哎，但我刚刚那什么，晴天雨天的，其实我很想选雨天哎。那为什么不选？因为我觉得你会选晴天。然后就这样。好，手完哦。好，下一题。错。洗澡会先洗头还是洗身体 ？A 是洗头 ，B 是洗身体。好，一、二，好了没？三。哎，为什么你刚是有换啊？没有，我刚不想让你那个、啊、知道我要选什么。哦，你骗我。好，所以你到底是什么要解释？洗头啊，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要先洗头啊？感觉是。